脸盆那么大，可也可能有金乌。脸盆那么大，那你错了哥。我说的是浙江登陆的利奇马，18级登陆，利马奇吧，叫利奇马吗？我都忘了，台风的名字嘛，我还记得。中了，熊猫中了！我操，中货了！我又中货了啊！中货啊！我好，上货啊！又上，哇！你们看这个田里面的伤有多深？杀青吗？你想多了！感谢点亮啊！赶紧藏着。